近日，有网友在陕西参观秦陵博物院时，拍到了一件贵社俑鞋底上密密麻麻的针脚，引发网络热议。其实，兵马俑身上的感人细节还有很多，比如俑头上的发髻、胡须、俑身上的甲胄等，甚至还有抬头纹和眼睫毛，生动逼真的细节，真实还原了2200多年前的大秦军团。